和爸爸睡还是和妈妈睡？我来问问 Jerry。好耶，我和妈妈睡。和爸爸一起吃饭还是和妈妈一起吃饭？我来问问 Jerry。太好了，我和妈妈一起吃饭。和爸爸一起玩还是和妈妈一起玩？ Jerry， 你帮我选择。妈妈，我们一起玩吧。孩子们，你们为什么不选爸爸？这还用说吗？当然是因为我们不喜欢爸爸。就是啊，为什么？爸爸你，爸爸我饿了。好的，别着急，饭来了，快吃吧。啊，这都是什么？怎么看着黑乎乎的？哎呀，小小宝，你尝尝，这可是爸爸忙活了一中午做出来的。那好吧，喵喵喵。哎，别别别，爸爸，你做的西红柿炒鸡蛋怎么这么酸？哎呀，应该是醋放多了。你再尝尝这个红烧肉，这个肯定好吃。那好吧，喵喵喵。哎呦，真是咸死了。不可能啊，我尝尝，喵喵喵。哎呀，就是有点咸了。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可能还有一个星期吧。我的天哪，爸爸，你做的饭难吃死了，简直就是黑暗料理。我当然是选择和妈妈一起吃饭。可是我做饭也不难吃啊。爸爸，你还好意思说？小小贝，今天跟爸爸一块睡吧，爸爸可以给你读童话故事。好呀，我还没跟爸爸一块睡过觉呢。小小贝，快来吧。好的。天哪，爸爸，你身上怎么一股臭汗味？我忘记洗澡了。爸爸，你快去洗澡，不然我不要跟你一块睡了。那好吧，我现在就去洗澡。2 hours later。好了，小小贝，快来睡觉吧。好的。小小贝，又怎么了？爸爸，你真是太过分了，你洗澡竟然不洗脚，你的脚简直太臭了。我想着我的脚没出汗就没有洗。什么？爸爸，我再也不要和你一块睡觉了。就是这样。那好吧。还有爸爸你。小小雪，妈妈有点事情要出门一下，你在家乖乖的。好的，妈妈。爸爸，你能和我一起玩洋娃娃吗？不行啊，小小雪，爸爸这会儿正在忙，一会儿爸爸再跟你玩。那好吧，爸爸你先忙。爸爸，你现在能和我一起玩了吗？爸爸还没忙完呢。那好吧。小小雪，爸爸来陪你玩了。啊，怎么睡着了？就是这样，爸爸，我等你等了一天，你都没和我玩，我真是太生气了。对不起，小小雪，是爸爸太忙了，爸爸以后不会这样。我们也是，你们能原谅我们吧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是喜欢爸爸还是妈妈呢？快在评论区里留言告诉我们吧。